在公庙的时候，我也有看过超碍眼的妈妈。她就是因为我妈之前有一次带我跟她朋友还有孙子去吃饭，但因为我有阴阳眼，就是有灵异体质，所以我见面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们后面站着一个很有恶意的女鬼。那我就提醒阿妈说：“哎，阿妈，你有空带孙子来庙里走走，就是过一下那个运。因为其实有阴阳眼跟有天眼的人，其实看得到，但不能讲太多，因为可能有些天机讲了就会对我不好。看到，但是不能讲。对，但他小孩。你看费勋后面有吗？没有。我都有在撒娇。我是好奇而已。心愿还没过。对，棚里还好吗？棚里很干净。那一次我就只想说，我好心提醒，因为我感觉到他是有恶意的，所以就想说请他来庙里可能拜拜过运。结果他小孩居然直接回我说：“你一定是骗人的，你就是跟我妈妈一样，只会用这招来骗我，想要吓我，对不对？”我也不能说太多，我就是已经提醒了。那你真的不来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就我讲完这件事情，过两天，阿妈就赶快打给我妈说：“哎，你拜托妹妹赶快来我们家收金。”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，原来就是因为小孩只要不乖，妈妈就会装神弄鬼去吓他，因为他媳妇是比较TK 的那种，就不相信鬼神。结果这一下居然卡到音中邪，他就开始在地上乱哭乱吼啊，然后摔东西。这是真的、哦？这是真的？不是演的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是真的卡到音中邪。然后阿妈吓到就赶快请我去收金。那事后有请他们就是去庙里，可能请太子写符给他们镇压，因为他们家是没有在拜拜的，所以他媳妇这个行为一直在装鬼啊什么，就很容易引来好兄弟。那比较有恶意的，他就会觉得你在冒犯我们，在就是嘲笑我们嘛，就会想给他教训。所以后来他媳妇就变得蛮虔诚，然后也不敢再装神弄鬼去吓他儿子。我以前阿妈最喜欢装神弄鬼，教孙子嘛，孙子不听，他半夜哦在那边装鬼，还有人把自己打扮成那个，阿妈半夜装，阿妈装鬼。我跟你讲，妈妈装鬼不像，因为以前妈妈的教育，阿妈装鬼有够可怕的啦，鬼叔拢红的呢，连鬼都怕。对，小时候怕五姑婆哎，对呀，对呀，他人站在屋外，他头露在那个窗户那边，太可怕，太可怕，你打个波杯假崩。我要给你俩照，我第二天孙子哦，本来吃半碗饭，吃三碗。那个白白是演到中邪哈，还算小事哦。那我这个故事是演到连命都没了啊，因为这个案子是这样，就是四兄弟哈，因为爸爸走了，那生前分财产的时候分给大哥比较多，二弟、三弟、四弟呢就心生就非常的有很多怨恨。那于是呢就。大哥在嫁女儿那一天，人家是张灯结彩，结果他们是披麻戴孝，就拿着那些白布啊、金子啊，那三个人就播那些送葬的音乐，就一路上就到他们家去，故意要羞辱人家的喜事。在婚礼的时候，那大嫂就受不了了，因为我身为大嫂，你们这些喜事啊，比较欧北乱，就跑出来要主持公道，就后来一群人就拉扯推倒。那不晓得是二弟还是三弟还是四弟的哪一个人哦，去的时候带了一把刀。Oh my god！ 对，在这个慌乱之中呢，不晓得是谁出手，那个大嫂就中刀。Oh my god！ 就当场就死掉了，失血过多。喜事。对他演这么大，后来真的出人命哦。那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，那检察官很生气，说你是杀人罪，有意图，你甚至还藏了刀。问问看是谁带的刀去，其中一个兄弟就承认了，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只是带去是为了演戏要用的，要自己要做一些情绪，做一些表演，没想到就不小心就误伤了大嫂。那没想到最后一次开庭，大哥突然就跟法官说，虽然他们做了这么坏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然后法官我们愿意原谅他们。哇，所以演戏归演戏哦，千万不要把这个弄假成真，甚至把这个命都给丢了。大人之间的一些纷争，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如果被大人指责，就是你指责我可以，但是指责小孩，大人也会俩起来。就像我们家孩子，我有四个小朋友嘛，我们那栋大楼的什么三姑六婆，甚至亲戚 ，sometimes 我们坐在同个电梯或者怎么样，就会开始讲说，哎，这几岁啊？哦。啊，这样才130哦，这样子，我想说，
怎么可以这样输人？就是万一就又拿去做比较，然后亲戚之间也会比较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在家里面呢实行一套就是运动健康法。但是我实行的时间大概是从晚饭过后8点多一直到10点多，大概2个多小时，让他们呢就在家里面单脚跳高，跳到那个地板啊，就咚咚咚咚咚。我刚刚骂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还准备了一个这个穴道按摩鞋，就让他穿着，这好痛，来回跳到那个管理员就来找我叮咚，然后带着那个邻居，然后他正在跳的时候，我一打开门，我说他们就是，然后他就在跳，妈，哎，阿姨你好，然后我就完蛋了，被罚钱抓到，对，抓现行犯，就刚好对，这时候我就这样。对不起啦，因为我们家只要这个亲戚大家一起在聚餐的时候，就一直会这样子比较我的小孩什么的，然后我家小孩就是很尴尬，就是妈你在干嘛，就是为什么要演这出戏这样啊，你不懂啦，你们先进去房间，你不要管我，进去这样子。然后邻居说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继续跳你继续跳，就是不要有压力好不好。后来我就想说小孩有压力，然后邻居有压力怎么办，你应该不太需要担心小孩身高的问题。对啊，你自己就很高啊。我是166公分，那比我还高哎。可是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孩子都是一个比一个还高，就会担心在成长冲刺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上营养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有认识，有看到这个神奇秘密武器，他我就带回去给我的小朋友吃来补充。这我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在还没吃之前就真的就是矮我半个头，然后其实他其实一直会跟我说妈妈怎么办，就是我好像都不高。50岁吃这个药有用吗？其实是药，那不是药，而且这个一定要补充。世界上没有长高的药。然后当然我知道运动啊作息很重要，但是我后来把这个秘密武器带回去给他吃，大概3个多月半年的时间。哇，比你还高哎！我要踮着脚跟他照相，才3个月，3个月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。哇！我今天其实有把这个神器呢带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。律师，等一下吃起来。那爸妈都会担心小孩生长期的营养不够，那小孩又挑食。对，这个问手，因为我后来也是因为节目的关系，对，然后去给我女儿吃，她很爱吃吧？她爱上，她觉得口味很好。玉林哥真的就是很懂吃，因为就为了女儿嘛，她就是发高小子，一上吃这个可可的新味道，可可口味啊，就是缺货，真的就是你们可以吃吃看，因为它是天然乳源水解的牛奶盖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像在吃巧克力，很浓郁，而且你知道小小的。一包它其实就是等同于像我们家里面打开冰箱那个2.5公升的牛奶的量，你知道那个就是大概是胶原蛋白是大约哦15只鸡翅，你想想看怎么可能让你的小孩一个国小的说来2.5公升每天给我喝，还有15只鸡翅全部把它吃完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先变胖太多，就小小一包它可以把它的那个营养全部都补充起来，也不会造成任何压力啊肥胖热量这些。我女儿之前啊爱吃草莓，他现在那个可口不是可口味啊，哇，饶舌来，对，变成新欢了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吃起来好吃嘛。对啊，好像以前小朋友不是拿糖果去学校做公关吗？对，他现在带这个霸高小子去做公关，而且要营养，超香的耶，很浓郁，吃起来像巧克力，入口即化，没错没错，细致。对啊，我们家Sky超爱的巧克力，像我们大人嘛，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也可以补充。但它还有牛奶原味，然后跟草莓，对，所以说孩子他可以多样的变化，不会说每天都必须得要吃同一个口味，尤其是你可以把它加在像牛奶啊，对，优格啊，无糖豆浆，对，然后我还会把它加在就是优格里面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多元的给他吃。那但是像我们这种停更的妇女啊，你看有钙，必须要吃胶原蛋白，必须要吃胶原蛋白，我都哎来要一起，钙都流失很快，而且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真的好幸福，我们以前。是要喝那个对，的转骨汤超难喝，又大部分哦都被小孩倒进马桶。对，而且我们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爸妈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操心我们，那什么什么10点之前要睡觉，然后那个中药要喝什么什么牛奶钙片等等，就是你全部都要，难怪你都会多脏。对，可是我就想要问啊，就是光是什么牛奶钙片，对，培训这样是不够吗？
其实是量的问题啊，因为像我们台湾人真的很不爱喝牛奶，但是尤其成长期的小朋友，其实一天需要4杯牛奶。哦，我就问一下，今天大家今天有喝牛奶的可以举手吗？不可能，没有。在拿铁，拿铁抵消，鲜奶茶一半一半，它其实都会抵消。但是呢，其实小朋友现在缺钙的情况很严重，几乎是100%缺钙，就会大大影响他们的成长。很多妈妈会说啊，我小孩乳糖不耐症，没办法吸收，吃了拉肚子怎么办？所以像维尼妈介绍这个，我刚看它里面是水解牛奶钙，那水解它是小分子好吸收，就可以解决掉它乳糖不耐症的问题。那另外呢，为什么胶原蛋白很重要？因为它也是蛋白质的小分子，而且它是生态等级。钙呢就像是积木一样，你这个钙越多，我积木可以叠越高，但是它稳固啊，稳固就需要胶原蛋白，还有很像是胶水一样，让它这个稳固之后呢，而且还可以很茁壮，很健康这样子。一般的胶原蛋白哦，分子大，所以要挑这种生态级的，对，因为分子越小才越好吸收。对，啊，除了这些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营养成分要特别补充？除了钙质跟胶原蛋白需要特别留意之外呢，还有另外的锁钙好兄弟，就是镁、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这三个呢。因为我们钙灌进去它会乱跑，所以我们会需要锁钙的好帮手，把它锁在可以成长的地方。那另外，我觉得睡眠跟运动还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常常会忽视的是营养补充这一块，所以还是把它补到位，小朋友成长呢，自然可以越来越像大树一样，相辅相成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给小孩就是一定要给最好的，而且我就觉得说，像这类型的霸高小子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是今年他还得到了世界品质大奖的金奖。哇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优质的情况之下，我当然希望我这4个小孩，包括我自己的补充，都可以越来越完善。而且它就这样小小一条，其实很方便，就丢在他的书包这样的。对，因为你不可能说还要这样子，还要顾什么冷藏还什么的，就是小小一包放进去，然后随时想到就可以补充。对，自然是可以补钙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对，而且老了之后，说不定还会逗 Q 所以你赶快对，老了会逗 Q 哦。有时候碍眼呢是可以增加一些生活的情趣，但是小心不要也过头，让碍眼变成真的碍眼，那就会出大事啦。OK， 不要再怪罪妈妈了，真的，不要再说怪罪妈妈了，真的不要再怪罪我。不是怪罪，那是跟妈妈套好的，妈妈希望我这样子讲，她才有办法在小孩面前哦严苦用心。对呀，好，希望大家都拥有乖巧的小孩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点选旁边的影片。